知道，现在已经不是靠剑说话的时代了。好了，你们不是本姑娘的对手，是要多找几位帮手过来，还是老老实实告诉我她在哪里？但世道变了，要我说，可还未必呢。啊，对我来说，世界是变得陌生了些。现在的人，在试着去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时，不再依靠打打杀杀，而是更需要一些别的诀窍。至少大部分人是这样的，而剩下的那些，他们也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。剑已不再被需要，它也必须存在。无上自在门大弟子李素商，请赐教。